曲的坚持，真的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是的，一个笑脸呢，年轻的歌手，没错，他2004年就参加了歌唱比赛之后，开始慢慢的打出知名度，已经吸纳了好多好多的粉丝。今天很多人从中南部包车前来，大家可以看到灯牌就知道，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台语小天王许富凯。我是许富凯，很开心今年又来到了花莲跟大家见面。今天大家开心吗？开心的话一样好不好？我们尖叫声不断，一二三，开心吗？
非常好。哦，那让我以右手边的朋友来尖叫声下吧，一二三。好的，看大家这么热情，那接下来呢，带来第二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也是我去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天下地的底薪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因为看到大家的热情，所以呢今天都没有下雨，没有刮风，非常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给花莲一个爱的鼓励，一二三。OK， 我现在看棒球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呢每到花莲，然后呢参加我们的嘉年华会，我都会准备一首国语歌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要唱一首，也是我千年专辑里面一首，由曹俊宏老师帮我写曲，然后姚文老师帮我写词的一首，叫做《偷绿的小偷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小偷
谢谢台语小天王，他真的是小偷，他把大家的心都偷。